命令各连一个排组成突击队。大荣，咱们的任务是佯攻，攻击敌人主阵地的任务是新四旅的。我们的进攻越凶猛，就越能更多的吸引敌人的火力，就能更好的配合主攻部队。你难道这都不懂吗？这作战意图不对，不能变佯攻为主攻。战场情况不同，我有权做出改变。你这么做是违抗上级命令，我不能同意。我是指挥员，出了问题我负责。你无权改变作战任务。啊！你要再影响我指挥作战，我就把你捆起来。突击队，给我上！机枪掩护。放心吧。事儿的，我不行，只是三两二半半一瞬，他们。放心，我一定交给他爸爸妈妈。我还有件事，我有个孩子叫我孙高达，是山西河曲孙家茂。
一定会是一个有福气的大小伙子，他将来一定会健康，一定会平安。坚持住，人是做不到的。进攻盘龙的的确是共军的主力，共军已突破我外围防线，如果再不增援，盘龙就是第二个养马河。快去发报。是。云素，云素，从眼前的战况判断，恐怕凶多吉少，我们要及早准备才是。现在四处都是共军，你让我换上士兵的衣服逃跑，混账！长官急电，快念！我已派飞机增援你部，第一军、第二十九军正在回援路上，将对盘龙共军实施反包围，决战在此一举。无计厚望于兄，望同心协力，务必坚守三天，建功党国。三天，援军五天才能赶到啊！发报。是，继续发报。吕座，我有一个请求。请求？请你马上派人把张云峰从金云堡接回来吧。廖小姐，你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。请你马上派人把玉峰接回来。你想干什么？廖小姐，张副参谋长吉人天下，会没事的。共军是攻不下金云堡的。彭总，彭总。彭总，彭总，彭总，这里不安全，还是回到指挥所里。有安全打什么战啊？要安全，战能打赢吗？战士们在前线更不安全。彭总，彭总，张司令来电话，部队伤亡过大，问能不能暂缓进攻？不能，暂缓进攻就会给敌人喘息的机会，暂缓进攻，部队伤亡就会更大。彭总，部队已经尽了全力了，恐怕没有什么恐怕。怕今天就拿不下盘龙，恐怕战士们的伤亡就会前功尽弃。彭总，张司令员还在等您电话呢，部队的确伤亡很大。彭振中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要是再敢动摇我的作战决心，我要枪毙你！是，命令。二纵新四旅，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金云堡和田子园战场。要是拿不下来，我就让他们的司令和刘云山的脑袋。是。没子弹就用手榴弹，没有手榴弹就上子弹。是。
伤员，我们就要到哪里去？那你就有安全。明白。谁让你们上来的？给我下去了！现在我命令你给我下去！这是我们的任务。什么任务？这里在战斗，我命令你们下去！我们也在战斗。简直是胡闹！周营长，孙大叔牺牲了，他是被敌人的飞机炸死的。不是，弹夹不够了。哎，能背几个背几个。不能。团长，弹夹不够了。团长，那不是全倒下了。哎，团长。抽一个牌，咱们不能停下来呀！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咱们不能半途而废啊！张大人，老孙头也牺牲了。什么？马上组织第二批突击队！我在第二批上，第二批不行，你在第三批上，一定要把敌方拿下来！好，我同意。各连连长，由郭连长带队，各抽一个牌，跟着营长。是。营长，豪儿还是个当官的。
打电话，打电话！副官长，完了完了！哎，怎么？军医把我们共军拿下啊！全军覆没了！哎，撤撤撤撤撤！快快快！首长，独领教导员王承德向你报道。报告首长，我连集合完毕，营到120人，实到16人。
在我军3月19日主动撤出延后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，我军在青化边、养马河、盘龙三战三捷，共歼灭国民党军14000余人，粉碎了胡宗南部企图消灭中共中央和西北野战兵团的狂妄计划，稳定了陕北战局，鼓舞了全国各解放区军民的斗志和胜利的信心。队长，队长，全军上！军人，别动！走！听见没有？快！听见没有？狙击手，谁让你站起来了？战场上只有战死的勇士，举手的都是懦夫。这嘀咕啥呢？放枪！放枪！放枪！小子！小子！这顽固的反动派，把他们给我押出去！住！老实点！小子，负伤了。老胡，快找卫生员给他包扎。是。哎，刘华，看见李大爷了吗？他怎么样？啊，挺好嘞，就是歇不住，自己还要找点事做嘞。真的？啊。哎，你告诉他有时间我去看他啊。哎，好的，好的。这么多东西啊！哎，谢护士，这有没有纱布、绷带、消炎粉？这可没有咱们要用的东西。旅长，大勇，什么也别说了，赶快打扫战场，准备撤离。是。大勇，老王，大勇，你们放！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放！站住！哎，干什么？站住！玉峰，我是真真。玉峰，玉峰，玉峰，你醒醒！真真，对不起，玉凤，玉凤，玉凤，醒醒，醒醒！老虎哥，他俩咋回事啊？你爸，你醒醒，别留下我一个人，你醒醒！167旅旅长李坤岗，我是彭德怀。彭将军，贵军神勇无敌，所向披靡，短短3天时间就攻克我盘龙要塞，令人称奇。不过什么？在下仅一旅之长，不过7000支兵力，要说失败，也是胡长官的失败。你想跟我说什么？
彭将军用兵如神，李某深为佩服。我想说，吴长官绝非阁下对手。彭总电报，哎，好，潘龙打下来了。是啊，盘龙一战，全歼敌少将旅长李坤刚以下6700余人，缴获夏季军装4万套，面粉12000袋，子弹100000余发。哎呀，这老彭这下可阔起来了。是啊。都是部队的急需，缺一样都会显得美中不足。是啊，我们从延安转移出来40天，清化扁、杨马河、盘龙3战3捷，一大奇迹啊！老彭这个人喜欢打硬仗啊，盘龙这一仗的胜利，标志着陕北的局面业已稳定，我们从战略退守，走向了战略相持。该给彭老总。习宗勋他们发电报了，啊，电报上空话就不要说了，有明确指出，彭习军以6个并不充实的旅，对付胡宗南31个旅的进攻，2个月的作业，已使敌军锐气顿挫，再有几个月，必将大量歼敌，开展局面。有总结，有要求，好啊。西北方面，我基本上不担心了。东北方面，林彪正计划发动夏季攻势。这次夏季攻势以大量歼敌、夺取可以夺取的中小城市为目的，打开南满与北满的联系，形势是乐观的。最让人担忧的是山东啊，蒋介石对于山东的重点进攻非常猛烈。而粟裕提出，要么不打，要打，就打蒋介石的王牌整编74师。74师裹在其他各师的中间，要打难度是很大的。是啊，这像在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啊。和西北战场一样，如胜，影响必大。那可就不是个影响问题了。蒋介石打出这2拳，胡宗南、顾祝同被死死地钉在这2地。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，想吃哪儿就吃哪儿。战争的主动权就将一手啊！哎，这也是打拳的技巧啊，后发制人。老李、老胡、老史，吃饭了。好，不管他们什么时候吃啊，我们得现在就吃。要再不吃，这肚子可不答应喽。总裁，胡宗南请求处分，您看如何处置？师兄，你说彭德怀下一步该打哪里呢？陕北共军打的是运动战。他是利用我们的疏漏所造成的可乘之机，因而如果彭德怀南下或者留在原地不动，这说明胡宗南在陕北的任务已完成了一半。如果彭德怀去打陇东和榆林，这说明共产党的头头脑脑还在陕北。胡宗南一事无成啊，这是为什么？无论彭德怀留在原地或者南下，都说明他是想寻找机会吃掉胡宗南的部队。
毛泽东和共产党的中央已经渡过黄河，如果彭德怀去打陇东或榆林，则说明毛泽东还需要陕北这个后方。他有那么一块不打粮食的后方干什么？无非他是给毛泽东提供避难所。总裁分析的透彻，我们的对策让胡宗南暂时休战，观察共军动向，如果彭德怀留在原地或者南下渭北，则令其一部坚守延安，调出一部分去支援山东。如果彭德怀去打陇东或榆林，则令其在陕北拉网，趁共军主力不在的机会，务必唬住毛泽东等。总裁高见。但愿彭德怀留在原地或者南下呀。为什么？这几日我越发感觉到山东的兵力不足，可是全国又没有像样的可调之兵，该想个什么办法呢？总裁，能不能请英美海军主战？那我宁愿战败。战友们，祝贺你们三战三捷。营长，教导员，先吃点吧。营长，教导员，你还是让大家先吃吧。这大家都不吃。大勇，我吃不下去。大勇，孙大叔已经走了。我说了，我吃不下去。
营长，你不吃大家都。你给我出去，就出去。大勇，你冷静一点。我跟孙大叔整整生活了七年，他就像我爹一样。你才认识他几天，同志们，老孙头参加革命十二年啊，在这十二年里，他背着一口大锅，南征北战，打日本，打老蒋。咱们独立营几乎每一个战士都吃过他做的饭，他就像我们的父亲、兄长一样，爱护着我们。我们为失去这样的亲人和战友感到深深的悲痛。同志们，咱们在盘龙的作战中牺牲的不只是老孙头一个人，还有大个子，还有迫击炮手张三喜。咱们独立营牺牲了238个战友。238个战友啊，同志们，我们要继承先烈们的遗志，要把保卫延安的战斗进行到底，就要好好的活下去，就要好好的吃饭。我相信这是老孙头最希望看到的。答应我吧，营长。你小子打了盘龙，刚立了功，你就不老实了啊？营长，我就请半天假，就半天。你们连长同意了？我们连长说了，他只有两个小时权限，你超过两个小时，还得营长批准。哎，我说你在陕北也没啥亲戚啊，你老家不在陕北吗？哎，营长，我真的有事儿，你准了我吧。营长，有事儿你得跟我讲啊，要不我怎么准你的假？这不瞎胡闹吗？哎，营长，我就实话跟您说吧，打盘龙的时候，我看见我弟弟了。你弟弟？啊，他在盘龙干啥呀？打仗呗。哪个部队的？是167旅的。敌人呢？他是我弟弟啊。现在他人在哪儿啊？一定是在解放营，我就看一眼，就一眼也好放心呢。解放营安全着嘞，用不着你操心。那要是不在呢？哎，他要不在，你去也没用。
我不跟你说了，我找教导员去。站住！你腿上的伤咋样了？没事儿，就擦掉一块皮。你小子行啊，炸毁敌人的碉堡，就受这么点伤。只要换成我，也不过如此嘛。